算算算，你无这个材料，通我开这条钱，所以我们才无诈钱来。啊，卢书记讲过啊，咱两个人只会当保全一个，我当然嘛是爱保全我家己牺牲你啊。是讲保全我，我等于是保全到你家己的囡仔，你安尼牺牲，马上是有价值啦。哎呦，杜成，袂顶袂当是无？ 我看你安尼哦，你敢有啥？我真正就唔甘诶，啊，不过无要紧，我即马就确定会报警，你的痛苦马上就结束啦。嘿，小心安全！安怎？你想讲互人放出来，你就自由想要创啥就创啥？无啦，你。你莫过来哦！你若是伤害到我巴肚内底的囡仔，这等于是在替你后生做嫁，你讲真正希望讲报应在你后生身上啊？曹凤啊，你唔若是要对少强动手，即马你搁做参与哦？尚哥，你要做去我的代志啊？ 你给我听清楚，为即马开始，杜承恩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你若是抓着伊，就等于是抓着我。你想做咩维护杜承恩啊？是伊害你后生做乌龟呢？啊！你给我点起啊！害少强做乌龟人是你，你即马讲话搁这么红声，是啥有够袂见笑的？啊！你莫回来哦，我知我唔对啊。 你给我听清楚，你卖笑想是要对付杜承恩，你即马对付伊，就等于是在对付我。你有听清楚无？有，我想听清楚啊。安尼我即马离开，敢会用的？哎，啊，我敢有讲你会当离开啊？不是啊，我即马已经报告杜承恩，你嘛应该放我走啊。无安尼。 我跟你回去嘞，是嘞，你大人有大量啦。这查某人讲的话，千万袂当相信。你安怎无？我不要紧。好，那恁你先离开，这查某人，我负责处理。